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聊聊科学。我们今天来聊聊比较特别的东西，行为学。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之一，了解它的习惯，了解它的语言，一直以来是很多饲主想做的事情，并且在行为学家也很想了解这种陪伴我们很久的动物到底在想什么。狗狗有很多的行为，其中一种很特别的行为就是它会歪头，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动作。当狗狗歪着头看着你的时候，会让人家觉得萌萌的，非常的可爱。而在网络上有非常非常多狗狗歪头的影片，喜欢狗狗的人应该都不会错过，应该都会觉得这个动作超级的可爱。不过有人想过为什么狗狗会歪着头看着你吗？为什么会有这一篇文章呢？其实最近有一个国际期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这一篇文章中实验小组总共结合了40只的狗狗，他们请饲主拿着两种玩具和狗狗一起玩，并且他告诉狗这些玩具的名字。大家一起训练过，经过三个月以后，他们发现有33只狗狗他没办法分辨这两种玩具的差异性，这种狗我们是称为一般的狗，而另外7只呢就称为精英狗。除了学会这两种玩具的差别之外，科学家对这几只狗做更一进步的实验。科学家发现了这几只狗除了分辨这两种玩具之外，甚至可以分辨十几种玩具，而且并且有一只狗可以说是狗中的天才，这只狗可以分辨高达160种以上的玩具的名称，所以它算是狗中的天才。当实验完成之后，研究团队发现，只要饲主要求着聪明的狗去拿特定玩具的时候，这些狗都会歪着头。研究团队最早认为狗狗会歪着头可能和听觉是比较有关系的，就像人如果听不清楚某件事情的时候，你总会歪着头想一下。不过在狗狗的行为学上，其实歪着头可能代表另外一个意思。由实验完成以后，这些狗都会歪着头，研究团队认为对于狗而言，歪着头可能和大脑的记忆感和物体有关系，或者是它可能是在处理某些相关性的事迹有关系。简单来说，狗狗可能是在专心思考，或者是集中注意力。当狗狗全身贯注在某一件事情上面的时候，可能就会产生歪头的行为。所以如果你下一次看到你的狗狗，当你跟它讲某个文字的时候，它歪着头看着你，这时候它可能在思考某些名词或是重要的意义。随着科学的研究，我们可以越来越了解我们的毛宠物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哦。如果你想要看到原文的话，我会把它放在说明的地方，会放入相关的连结。虽然是一个原文的论文，不过还是可以看一下的。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